京东是全国最大的自营电商企业，随着京东业务的快速发展，对应的数据中心网络和服务器的规模都日益扩大，这要求我们业务能够快速部署，对海量设备进行自动化的运维，提高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。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，京东对云计算进行大规模的投入，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分布式存储、中间件体系、软件定义网络、刀客容器技术，使得京东的 IT 资源内部云化已经完成，对京东业务的稳定性保障、系统优化和效能提升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在2015年618、双十一、春节等大促中，我们在线上有超过10万个容器实力稳定运行，使得京东各项业务经受住了巨大的流量考验。华为是国际领先的技术创新型企业，在过去几年里，京东跟华为展开了技术领域广泛的合作。华为为京东提供敏捷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，数据中心网络采用零配置开局技术，极大提高了新数据中心网络的部署的效率。同时，在数据中心的交换机、服务器，我们与华为合作多年，华为的网络设备与服务器的质量表现非常的好，运行稳定，故障率极低。同时，华为还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 SSD 闪存卡，为我们业务提供性能优越的计算平台，大幅提升了我们的搜索、推荐、缓存服务等等核心系统的效率，使得京东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业务体验，并且华为与京东合作，在服务器的易用性和管理性方面做了深度的优化，很好的匹配了我们自动化运维的需求，使得我们的运维的效率提升有10倍以上。展望未来，我们希望与华为公司能够继续展开深度合作，我们希望能够在网络技术、数据中心管理、自动化运维、新存储设备等等领域能够深入合作，一起提升我们技术的竞争力和对客户的服务水平。